你就安全。什么原因？就是迄个所，迄个时阵动乱嘛。另外一个政权再来台湾，一块土地又抢。迄个时阵无司法独立，吼、哦，嘛无民主自由，嘛无政权。哦、所以伫个这个时阵的时阵，咱纪念怀念的时阵，我感觉咱嘛是爱避免类似的情形伫台湾来发生。哦、那咱看到讲，这个陈立忠先生从证实了后，这个啊被中医要求228所有涉嫌的人，啊、哦，这个案件爱移送国际法院来审判，但是后来陈立忠的太太彭太太。接到的判决文是啥？无罪，无罪啊！但是陈立忠先生已经从枪杀伫这个所在，哦，这是代表着讲迄个时代无自由、无人权、也无民主，啊，司法独立更加唔免讲。哦，所以讲今仔日咱第一只过来念对书陈立忠先生的时阵，未来应该是伫台湾社会，迄度是独立的司法，尤其最近。啊，咱台湾社会啊，伫这段时间以来，哦，拢总有十几个案件，哦，这是等于是无符合人权的起诉，后来拢判无罪，人家已经被哦降检察官啊来讲，降检察官，咱希望这款代志伫台湾社会，受到通过奖的时阵，这款司法独立的代志应该会早就是确立。哦，我想啊，咱伫这啊，我将。参大家分享啊，这两个心情。啊，我嘛知影大家的意思啊，我知影大家的意思，就是讲希望这个过去是台前公园，日本时代是台前公园。啊嘛，伫张三丰啊市长的时代，哦、啊，甲指定做这个古迹。那么希望吼、啊，希望，那么这个所在应该爱存在民主、自由、重视人权的象征。哦、啊，何进每一个人经过这个所在。还是经过边啊这个所在的时阵，拢会当感受这款的精神，哦，大家想法，我完全充分了解，啊、哦，我完全充分了解，哦、啊，我嘛担任市长，哈、哦，未来伫适当的时间，啊，我会甲咱各位，哈、哦，啊，甲咱台南市社会报告，啊，最后咱是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落实这款的力量，哦、啊，我伫遮再次感谢大家，好啦，谢谢。